大家好，我是台湾劳工阵线的副秘书长杨淑伟。那我们今年在台北国际书展 D321 区的时候，我们规划了这个独自便利店的这个活动。那我们这个组织呢，其实叫做独立公民行动，主要是由30个社运团体一起规划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规划的名叫做社运干妈店。那干妈店在台湾的这个是台语的意思，它主要指的就是像是杂货店的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想要杂货店？因为我们想说，哦，以前的杂货店它通常都是比较有人情味，然后比较在地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使用社运干妈店的这个部分来做我们今年的主要的这个视觉。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参与台北国际书展？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啊，社运团体、倡议团体就只会上街抗议而已，好像不太有什么论述。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论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参与这次的台北国际书展，让更多人了解到社会运动团体平常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的论述到底是什么。那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也特别跟独立书店文化协会还有独立出版联盟，我们一起独立书店文化协会，它主要就是用药局的这个方式，就是帮你抓药，看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它可以帮你抓药的这个部分。那还有独立出版联盟的这些伙伴，那独立出版联盟他们其实都是由小型的出版社去结合的，那我们就一起规划今年的独自公民书区的这个部分。谢谢。建也把里面那个性别的那种压抑都谈得很好，这个也是。好，谢谢。好，没有拍到。